那其实就是老师来了呢，我们现在有一个谁最了解我的环节。老师给我们的线索啊，李子婷以前常做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蹲着。你们认为蹲着是在做什么呢？来，三二一，举。子婷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练气息。练气息错误。来，就是唱歌，我也喜欢蹲着唱歌。不是，来，答对了。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大部分唱的歌就是那种泰国民族的歌，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就是要那种有一种姿势是要这样子坐下去的，跪坐跪坐，这样子唱，就像那种泰国民族那种念诗啊。来一句来一句，ปากเป็นเอกเหมือนเสกมนต์ให้คนเชื่อฉลาดเหลือว่าจะปริจาชา好好听啊，好美哦，我觉得谢谢老师，谢谢林子婷，这是泰国的诗哦。ก็คือว่าอยากให้มิมี่ร้องเพลงอะฮะว้าว老师喜欢听那个邓丽君的歌哦，那我们就来一首邓丽君的歌好。ไปนั่งก่อนเลยค่ะไปนั่งพักก่อนยืนนานขอบ